欧阳家的三个女儿个个都长得非常漂亮。17岁的欧阳弟弟去年也随着姐姐的脚步在大陆一首部古装剧出道，剧中他饰演一位丫鬟，因为剧照脸看起来比较肉，还被网友说撞脸逢底锁。但1月底弟弟和妮妮以及妈妈一起去参加吴珊如的婚礼时，三个人都太美了。娜娜还在隔离，没有办法一起来。当时欧阳娜娜刚从大陆返台，应该是还在隔离中，所以没有一起出席婚礼。而在19号晚间，私下和欧阳家三姐妹有很好交情的王子邱胜翊晒出一张和欧阳娜娜和弟弟的合照，他在文中写下：“好久不见，两位可爱的妹妹又长大了，尤其是弟弟。我认识你的时候不是才小学吗？”照片中弟弟嘟嘴长进，看起来相当可爱。王子还附上一张对比照，当年还是小学生的弟弟，现在已经变成17岁的美少女。欧阳娜娜的脸看起来也很稚嫩，许多网友看完后都惊呼，真的是女大18变，两姐妹都越来越美。也有粉丝说，妹妹们都长大了，哥哥竟然一点都没变，这个画面实在太好看了。